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成了糟老头子的生活频道了哈。我来挑战一下吃素，我自己做饭吃素，看能够坚持多少天。我现在来到我们的仁和旁边的一个超市里面来买菜，挑战一下每天自己做饭吃素能够坚持多少天。我们看一下我买了些什么东西。这里选了三个土豆，土豆的话是1.98元，然后选了一把青油菜哈，这个是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2斤条辣椒，买了几个西红柿，还有姜蒜剁料那些。我再去买点花生米，然后买一个红薯哈，红薯回家做稀饭。红薯的话是3.98元，看一下这个价钱。我再去买一点这个花生米啊，回家今天晚上做稀饭，看看我挑战吃素能够坚持多少天。天天在外面吃实在也受不了了，而且在外面吃着生地了哈，很多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买点什么东西哈，这里面很多东西啥都有的，鱼那些都有的，在超市里面啊。还要买一板鸡蛋回去，买板鸡蛋，不买板一板的了，买个这种叫啥，这个一提鸡蛋，然后吃点花生米。花生米在哪里买呀？我都没看见呢。这里面水果各种品种都丰富的哈，价钱的话有点贵。花生米在哪里啊？哪边啊？吃点花生米咯。我来挑战一下自己做饭吃素，看看能够坚持多久，不吃肉。这里是花生米。花生米在这里口袋呢，老板给我装一点吧。我都没找到口袋，那帮我称，帮我称一点。吃素我能够坚持多久？自己做饭，我看做稀饭吃的，行了。我不行，买点那个。这个玉米沙做稀饭吃也非常好吃，再买一点，买一点这个。我喜欢吃粗粮啊，玉米、小麦，这其他的东西好像家里面都有，少买一点这个，我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好，行，够了。我不知道家里面还有没有，因为之前家里面收拾了之后，我都不知道。好，回去看一下。我在拍视频，没事儿。哇，你上面通电，小心一点，把那个电线断了。水打到了，待会儿漏电。把踏板拿起来吧。